轮胎后，沿着地上的标示路线前往根本。如果你被分配到外侧车辆，你必须从光明摩托后方绕行，摘下帽子、眼镜及其他必要附件，裹上放置在车把之间的储物格里。所有蓝队使用者必须与自己的光明摩托同步，拉下车把，与你的光明摩托同步。为确保你的安全，请在你的光明摩托上坐好，并保持背部安全限制锁定。比赛中需时刻照看好年幼的蓝队使用者。一旦蓝队穿过上传管道进入电子网络，创极速争霸赛即正式开始。你的对手将与你在电子网络上一决胜负。为了赢取胜利，蓝队必须抢在对手之前穿越八道的标本。团结一致，这是你取胜的唯一希望。争霸赛中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你会是哪一个？随身物品。